一起看，找个地方，找个地方，来，那个我就那个，找那个，对，有三个。 子夜的信息其实就是林子夜的信息，子夜的信息就是林子的信息，子夜的信息，林子的信息是反着的。子夜的线索生肖属相跑得很快，那也就是说是黎明是属相跑得最快。属马的，猪，我属蛇，我属马，我属虎，老虎，我属兔，我属鼠的。 他拍过古装剧，黎明拍过古装，他就跟没演过戏，黄觉熙没演过戏。齐没拍过古装剧。我是学生，江江江，张一生，出来了，陈跟凯有一个是。 子夜的信息现在，子夜的信息，那就是原来黎明的信息呗。对，他在跑男里面唱过歌，所以子夜在跑男团里面。子夜是跑男团的。哎，这 ，Hello， 来，我们刚才拿到一个线索是，所有子夜的信息和黎明的信息是反的。什么？信息是反的。哇，真的假的？ 你找到什么了？没有。距离车离时间还剩8分钟。距离车离时间还剩8分钟。我撕你一下吧，我撕你一下。别乱撕！我撕你！不是，我先撕他。你先撕。你不用撕我，我是平民。我知道，我先撕一下，你就因为你没被验证过，我们没有时间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是。子夜，听我的。那你自己。子夜，听我的。 学生穆子义out，他撕我干嘛呀？我是学生。学生，那你自己也要被 out？ 我不会 out，我不 out，我是黎明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黎明吗？是，我是黎明。请问收到撤离路线图了吗？我没有收到撤离路线图。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据可靠情报，代号为子夜和小黑的两个人要阻止撤离行动，而子夜已经截获了路线图。看来，我们必须得找到子夜，取回路线图，才能保证大家可以安全撤离。没错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，他们很可能会对你下手。我会尽最大努力。